江表祥这个人诡计多端，为着要达成伊的目的，更加是不择手段。咱绝对袂用让伊成功。今仔日，不管安怎，咱一定爱胜利，绝对袂用失败。我了解了。杨哥哥，讲起来真见笑呢。我是妈，唔是讲做爸，让正面对我讲就行。张坤，今仔日叫大家拢会拼性命去做，所有的责任是咱大家共同来承担，唔是你个人的代志。压力莫遐大，知无？多谢哥。你先提金刚杵去做准备，爱有信心。阿哥相信你一定做会到。无啦，我甲金刚杵摕走，乌贼是变哪？这就是我专工走去做的原因。乌贼交予我保管。袂用的啦！啊，万一若是让趁这个机会对你下手是变哪？放心啦，我甲恁爸爸妈妈约好啊，因会甲恁家迄阵张开爷请过来。我相信以张开爷的力量，一定有法度定煞。本来想讲金刚杵若是提早，我就有机会。结果阿妈竟然要甲开爷请出来，我是要安怎？超强，无时间啦，我就要魂飞魄散啦！你一定要为我拼最后一赌，你要救我！超强，你给，我最好啊。超强，较清醒，紧念不好，唔通让乌色力量控制去。超强。我从来冇想过。每当看到你穿婚纱，就是，真正就是。咱两人结婚这一场，为什么我无法度嫁给你啊？这是阴阳结界。结界？无紧啊，我无法度过，你当过来，你来。我嘛无法度过去，那可能是款个代志啊。咱两个见面啊，煞无法度嫁给对方。咱两个即马人鬼殊途，只有利用迄本乌册，咱两个才会当实实在在相会。乌册，你去把恁阿妈手头乌册抢过来，我就会当转去你个身躯边，做你个新娘。咱两个就会当永远永远做伙啊！永远。等你等到足心痛，我拜托你卖阁给我等啊，好无？要是讲你无想要跟我做伙啊，假使讲你无爱我，我即马就要离开。我哪有可能无爱你？失去你以后，我心不如死，大刚给我的思念折磨到足痛苦的。既然你拢到我身躯边啊，我袂阁让你离开啊。安尼，你就赶紧给我一个提到手。咱就当做伙啊！我想办法。超强，阿妈，你千万唔通相信伊讲的话，伊是乌色造成的幻影是假的，伊的目的就是要迷乱你的心智，造成你错误的判断。
其实你眼前所出现的，拢是乌贼想要让你看到的，伊根本就无存在。超强，林阿妈，伊即马就明显是受到乌贼影响，伊才会想要得到乌贼的力量。林阿妈若是有把你当作是伊的孙，伊就袂看到你这痛苦无爱管你。伊想要利用乌贼的力量去救晴天，因为伊的心内干哪有晴天这个查某孙无你。不是，这不是事实。你是安怎无爱把乌贼给伊，把伊斗三工行出痛苦啊？因为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超强，超强，你莫听姚妹讲，阿妈是不是真心在疼你？是不是真心在爱你？你敢感受袂到？手提啥？你想要做啥？我很穷。对，安尼做就对啊。伊无爱把乌贼交出来，就爱让伊死啊。只要伊死啊，摕到乌贼了，咱才有机会当幸福啊。咱永远袂分开的愿望，总算要实现啊！你紧把这个自私自利的老查某丢掉！草青，我的心肝囝，你是安怎？妈，我若是无把这支刀抓好掉，恁阿妈哦，都叫你娃娃太死啊呢！你这晚到底是在创啥哈？草强，草强，阿妈知影，你为了莹莹的死，足自责，足痛苦的。啊，不过那是江道生害，你袂惊心。今晚伊搁逼你，逼你。要退手乌贼，利用你对伊的爱，超强啊！这份乌贼若真正予江道雄伊下到手，一定会造成足大的灾害，你知影无？你千万唔通因为伊的幻影，就出生大错。你即马出手就当摕着乌贼啊！你紧把乌贼摕来给我啊！我当证明讲我有偌爱你，紧摕来啊！梅一枝，放手！我唔放。不会，搁一届是给赢啦，我记载袂掉啊！超强，超强，我不准你对你阿妈动手！超强，你紧救我！救伊！超强，超强，恁妈跟恁阿妈，伊拢讨厌我，所以因才无爱和我跟你做伙。你一定要为着家己幸福，拍拼争取啊！最好啊！你若听上，你就先转我给莹莹啦。伊是假，伊是假。超强，紧把你阿妈放开哦！阿达伯，我来死在你面头前。妈，超强，你若是不爱救我，我就要魂飞魄散呢。超强。阿妈，唔敢死，阿妈叫你不回头路。超强，你把你阿妈放开！超强，超强，你紧救我！超强，超强，超强，紧把阿妈放开！超强，你紧救我！超强，超强，超强，把你阿妈放开！超强，你紧救我！我的乖孙，你总算是走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，妈妈在家，妈妈在家。妈，妈，真正在家，我无喊命啊。好啦，唔爱阁哭啦，起来，起来，快出来，先起来，先。白英呢？给我跪！我对不起阿妈阿公妈。妈妈，是嘞，是我的心无够定着，明明就知影乌贼咧引诱我，我煞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害阿妈惊着，阁去伤害着妈。我遐尔恶气，结果你无教我妈，颠倒阁遐尔不甘我。草青，恁阿妈有讲。那本黑册的力量，不是一般人有法度反抗的。你有法度，你来到这妈已经足够啊！你就莫再自责了，好不好？过去，不管我做偌济歹代志，我上骄傲，就是我袂去伤害到我的亲人。不过这届我，草青，人讲回头是岸，啊，你拢已经回头啊！就表示你已经战胜黑车对你的引诱啊！事实证明，你成功啊！来，先起。我真正就不好哎，那么喜欢黑白熊，是要让因会当起死回生，像我这样陈芳，不许来宰掉，当利用我。可以利用你好啊，就惊伊歹利用你。阿姨，阿你哪讲安尼啊？妈，你别紧张啦。阿妈的意思是哦，哥今妈已经未受到黑车影响啊。不过，刚多是唔知影。妈的意思是讲，爱等你一点，去换起江道成。哦，对。哎呦，阿姨安尼看起来，你应该是有计划啊吼。我知我替你提啦。哈哈哈！哈，而且我总算是提高手了。我感觉要元气大伤，全身躯充满力量。啊哈哈哈！这而且我今嘛是无人会当阻挡我。阿娇啊，你做了真好，我就知影你绝对做会到的。安尼，你怕死唔敢那对付？你放心啊，即马乌车伫我手头，都亲像孙悟空摕着金箍棒，无共的事啊！就算因请着如来佛，嘛无我的法啊！因对我来讲，就亲像狗牙同款，都随着我疏远地避。他说这学者真正遐尔重要，因若发现这学者胖筋，一定更加顺利的提防。我底下会对你动下手，甚至是敲你的心呢。为着较安全啊，先把这学者放我家，我替你守护。你若有需要时阵，我再提起予你。伊讲的嘛，不是无理啊。我再讲。伊若真正想要避鬼，嘛无必要即马先甲乌贼送来给我。好啦，那无这乌贼都你暂时保管，吼。可是你千万唔当互人发现咯。放心，为着要甲营团圆，我一定好好守护这本乌贼。